琪。我知道还是一样会痛得无处可藏，不是说好是长脾气后怎么只是短暂停留，只剩下我承受着苦涩的结果。请你懂心就痛，扛不过的魔咒，是非对错又有谁能读懂，情一痛心就痛，谁爱过谁会懂，跌跌撞撞之后还是纠缠不休。Come on， 嗓子没事啊，谢谢听不懂伴奏啊，谢谢。
唱了。Sure.
给我们的狗蛋大哥洗下。你在清号吗？开始退网了，什么情况？谢谢谢谢谢谢，多少组了？谢谢雅哥，谢谢白五哥。昨天就应该唱的歌，今天都没有唱，来送给宝宝，谢谢干五哥。等会儿重唱哈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方五哥。
爱用谁用，我用大哥大。疯了疯了，谢谢宝宝的礼物，欢迎橙色哥啊，狗蛋，狗蛋，我能点首陪伴是最长情的，啊不是，没有你陪伴，你真的好孤单吗？这个歌应该是唱挺老的歌了。再也不能心如止水，爱情的心事。谢谢方哥，我是一个新主播，大家可以订阅直播室，同时还有关注。你们想听什么歌呢？到时候我下了直播，你们跟我说，我能学的歌呢，我大家尽量我就给大家去学一些你们喜欢听的歌，还有我自己喜欢听的歌，会给大家唱给大家听哈。完了，明哥，那手机用户可以点点上方的关注，电脑用户可以点点直播室通知。我刚开了没有几天，很多东西都不懂，希望大家见谅。你就这样来了，到心跟随我的一腔热血，那化作眼泪，不要再让我伤悲，如痴如醉，再爱一回到底是罪。不要拿菲尔跟任何一个主播比，因为没有可比性，我就是我，世上没有第二个我，我飞。Go！ 啊，那个你哎呀，太快了，刷的，点个贼拉拉的爱你，你是我感觉你是贼拉拉的恨我呀，上来就要命啊！我那我就这样吧，那个橙色哥，我给你唱一半吧。这个歌确实是非常贼拉拉的爱你，真的确实是很高很高，对一个新主播来说是一个极度挑战，真的。太是挑战了。我看看这个，可不可以一直幸福，何时能降临，让我充分备注，爱就爱就不放弃。当我遇上了你，后悔没有超能力，爱你只能靠自己，拼了命的去争取。我最拉拉的爱你，
被诅咒分成被爱就不放弃，但我遇见了你没有超能力，爱你只能靠自己拼了命的去争取。不行了，再唱我就飞飞了。有人发 ID 管理，直接给他双方出去就可以了啊。管理我们看着点，完了有什么你们可以私聊管理啊。谢谢远见哥哥，谢谢长色远见哥，太高了主要是。等我到时候我录个神曲给你们。谢谢君子剑哥，谢谢恨天哥，谢谢谢谢。谢谢顾狼哥哥，还有老爷子，谢谢李健哥、我二哥、方哥、飞天哥，还有陶哥、薛狼哥啊，还有逛逛、随便逛逛，还有霞哥，谢谢。我是一个新主播，你不要对我要求那么高，真的。谢谢哇哇哇哇哇，感谢对新主播的支持。这首歌送给刷礼物的每位宝宝以及在场的所有的游客宝宝们。我看路看过千山和万水，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，日晒或是风吹，路边那朵蔷薇，关掉了手机，管他谁是谁，不要去理是与非非，天亮或是天黑，黄昏中的堡垒，就迎着风就飞，俯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化成灰，别去理会自我体会，
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纷飞，别去定会自我机会。我这个又像昨天一样卡住了。谢谢，感谢所有兄弟们的礼物，我退出去一下哈。牛哥要向我挑战，你唱一个那个那什么歌吗？杨，唱个流浪歌呀、啊。记得把摘肉做一做，谢谢。如果再回到从前，是否一切重演？你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？挫折打击，没有空虚埋怨，让我看得更远。如果再回到从前，还是与你相恋，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？还是热恋以后，短暂说声再见，给我一点空间。我不再谦虚懦弱，不再为谁而把自己改变，历经生活试验，挫折在所难免，我依然期待。再回到从前，还是与你相恋，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？还是热恋以后简短说声再见，给我一点空间。主动加他家好友，冒充费的非常多啊！完了那个，
完了有人私聊你，你就可以跟那个管理说，把他 YY 号给管理了，直接让管理给他封出去。因为飞儿直播怎么可能跟你打字，我哪有动键盘跟你打字，是不是？我根本不会私聊你们，跟你们说话，管理更不会跟你说话，管理还忙着这卖序呀、啊、这个封广告啊什么的。有人发飞机票，我看不见呀，是不是手机上能看见？完管理，你们谁管理谁能上个手机，用手机看直播间？谢谢爱咋咋地，直接双封出去就行。谢谢爱咋咋地开的勋爵，这勋爵这个可以，欢迎大志哥，可以就是说有免费的，就是免费的这个爵位，大家找一找，上那个碎钻商城里边还是什么那个地方可以领。哎呀，刷飞机票大家也不要相信的，都是骗人的啊，就待在直播间看直播就行了。歌的名字叫谢谢，歌的名字叫凉凉。给猫晃首歌。谢谢，没有做摘任务的宝宝们，咱们还有694个没有做摘任务，做一个摘任务。你们有没有把我这个歌作为铃声呢？有吗？有吧，有的还是有吧。我一听见这个歌，谢谢兔兔啊，感谢我兔兔兔啊。我一听见这个歌，我就以为我来电话了。谢兔哥，你们用的是不要停啊，谢谢谢谢。人海茫茫有你陪伴，走过风停雨停，谢谢努力找的方向哥哥，谢谢。你给我这我的桌面都是你，你哥那你那个桌面，你这个屏幕你得擦干净了。说这个好听，听一听，性感的，能不能不要这个梁子？延迟很严重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最近歪歪就这样，就是比较错乱，他这个神经有点错乱啊。等歪歪这个捋顺一点的，可能几个直播间都有点小小的毛病。声音没有延迟，你自己的问题啊，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，小伙子。谢谢，这个世上感谢狗蛋哥哥勿忘心安，一直为你停不下多情的翅膀。我临时是抖抖啊，缺少一个你花儿的芬芳。谢谢谢谢记得你，谢谢云中鹤哥，云中鹤谢谢哥哥，谢谢谢谢哥哥啊。方便的话可以帮飞儿开个真爱吗？开完了真爱这个你刷礼物我就会有积分了。三楼的牛羊，我出去重启一下。好的，和你一起分享那美好的时光。时光是你懂了我的心，亲爱的姑。我就特别佩服他们那个，就是那种就像你们说的那个，我就特别佩服这样唱歌的人。我一听到这样，我这心都跟着在颤抖。你听，
就一想我就这样式的。我学了，我没学会，哦，我不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。你也能，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呀，你们不要笑话我啊。嗯，唱一个这个。咱们有那歌了，那个歌叫什么了？我给你找呢，别着急啊。叫什么浪啊浪啊浪浪浪浪浪浪，那歌叫什么名了？我怎么我都给忘了，好长时间没唱了，那歌叫什么了？是不是就叫浪啊浪啊？这个自己唱完了歌都记不住歌名。这个，谢谢狗蛋哥，谢谢黑土哥。我就不会唱这儿。你们听。山上静啊静如水，满街的山花你说我最美，美了美了美了我心碎了，不顾一切陪着陪着你去飞，远方的山下姑娘情如泪，满街的香水为你见谁都美，美了美了美了心碎了，亲爱的姑娘，最爱的姑娘，郎啊郎，
去浪大浪啊，陪你去流浪，浪啊浪，我的浪啊浪，爱来爱去，恨来恨去，做他的新娘，浪啊浪，我的浪啊浪，浪来浪去，浪大浪啊，陪你去流浪，浪啊浪，我的浪啊浪，风来风去，雨来雨去，淋湿我衣裳。不会，这真是的。我是小绵羊，到时候我练练给你们绵羊的唱法。谢谢谢谢，问差不多有没有喜欢听的什么歌？慢慢练，主要是真没那个啥。没打个电话，谢谢家访哥。我的朋友，现在你们还好吗？听说有人已成家，有人来相聚天涯。岁月时光，谢谢啊，谢谢家访哥哥。青春年华，听着忘情水长大。但是我演一演就会怎么唱，你们说哪个歌，你说哪个歌给我，我给它变成哈哈哈哈，就这么唱的，来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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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前方坎坷，狂风暴雨拍在我的脸颊，男人再苦也不怕，心中有梦闯天涯，好朋友的话要记在心里啊。海颤音，我抽筋了，逗哈，逗吗？要是逗的话，我就上个洗手间，咱就开始逗。我多想依偎在你身旁，听你把歌唱。你的爱有无数个翅膀，我早已去流浪。看着你流离的眼睛，刺痛我的心，先选择了忍耐，却伤害了自己。我多想依偎在你身旁，听你把歌唱。还是啊，梦中就醒了，我失去了方向。我不唱了，恭喜我方，恭喜蓝方胜利，水晶塔已经攻掉了啊，欠条一枚啊，两个了，欠条，这歌唱的太完美了，为你而痛，我操，二十，那这块谁输了二十头，这块的，哎呀妈呀，刚刚呼花的最厉害，让我去要欠条的是谁？把人儿就给我抱来，来，把刚那人儿都给我抱上来，臭不要脸的！刚刚给我叫的那么老狠老狠了，这块的欠条这块没要回来，还他妈搭一张，这块的臭不要脸的。欠条不是啥欠条啊，那个欠条昨天不抢回去一个了吗？昨天已经那个，应该是俩吧？是不是两个欠条？对，昨天我弄回来一个。啊，对。昨天大哥太死亡了，大哥这块太傻，这块刷多了。两个，
就是昨天应该你昨天应该给我两个欠条，真的。不对，一把是一把，是不是？感谢我们家毛虫。就算你像你看你像玩那个王者荣耀，有的时候玩王者荣耀打排位赛都打半个小时，你不能说十分钟咔打过去了，你算你两把胜利吧。对我跟你说，王者荣耀可以的，我给你讲讲为什么哈。他不是打一把打一把的时候就有那个关吗？你知道不？打排位的时候就用那个经验值，然后打一把就给你一点，打一把就给你一点。有时候你打一把结束之后，他就给你两颗星，真的。所以你可以给我两张欠条，现在我就欠你一个欠条就可以了。什么呀？啊，那个是那个就是5v5，对啊，从来没给过星，所以给那个积分。你打的那个是匹配，没有用，你这会儿得打排位，咱们这。所以说，你说那个多给一颗星，我不懂。我操！我就会玩5v5那个排位，我没打过。年胜的话就给两颗星吗？就是昨天我们是你了，你应该给我多给我一个星，这会儿的。我现在这会儿的玩一把嘛，你也没连胜，然后再来一把。我连胜的话，你听你多加一个也行。不玩了，我走了，真的。妈妈带我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妈妈。两个，记住了，两个。好，两个，我记住了。等你。就等着我吧，我反正我肯定会要回来的。班上就咱俩玩的比较嗨的，玩欠条的怎么了？哎呦我操！是不是歪歪上也就我俩玩的这么嗨，就玩欠条的呗？哎呦，没谁了，又黑了吧？谢谢谢谢，感谢哥哥们啊！谢谢谢谢，别人有玩欠条的吗？腿灭了，哎呀！好，能成，能说，不是，我们不管是多少哈，按那个按局算啊，不管多少按局算，谢大志哥，还有老火哥哥，还有好多好多没有这个感谢到的，这是什么歌？远走高飞。谢谢那个破碎哥、明野，谢谢时空哥、裸奔哥、君子剑哥，还有独上哥、云海哥哥，谢谢星星之我心、无性哥、小猪，谢谢那个雪狼哥，还有活在当下、平均哥、小宁哥，还有微博哥，谢谢野狼哥、蛇哥，还有冰冰哥、飞翔哥、提小戒飞哥，谢谢无常大哥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开黑。你们可以上王者荣耀搜索我的那个小坑，我叫在王者荣耀里边我叫小坑。到时候我看看我演一演，就现在手机可以那个打王者荣耀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手机打王者荣耀可以直播了，到时候我给你打一把试试。那我就是一个超神的节奏，这里边没有一个像我一样把把地。如果还有梦，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。每次哈、啊，每次我看我查了多少，每次都是人头都是将近八九个吧，最低八九个，有时候多的时候达到最多的时候达到16个。请问是什么人头？死的人头。啊，不送的真棒，不要真棒了，要蹦蹦糖。谢谢于海哥，你这个刷了多少个还在那边刷？欢迎山妖哥哥，还有这个啊，好多好多宝宝们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那个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。经过了刚才那一战，我们很荣幸又攻打了水晶塔。啊，取得了一个欠条。嗯，没谁了。那天我们宝宝就是私聊我说，哎，你听听这个歌怎么样？其实这个歌，你们听过吗？谢谢。唱啥听啥。哎呀，你怎么一点大哥的份儿都没有呢？就我唱这个，我就喜欢这个，
醒不醒啊这一天。干啥那么低调呢？于海哥也是。花飞，我瞅瞅啊。本来也是弟弟，偏偏喜欢您，那我不会。恭喜宝宝生的生孙勋哥哥生的这个生个勋爵，不是龙生勋爵。新出的神曲应该说是，不是我唱的。我信了。我穿那件衣服你会喜欢，只为能够让你多看一眼，爱不爱都不敢确定，哪来的心安，还不忍说再见。我为你喝醉了你都不管，我让你心疼说与你无干，这是什么爱，感到危险，算了我自寻伤害。我对你爱又不敢爱，恨又不能恨，进退两难，你对我人在这里却心在那一边，忽隐忽现，是爱情的深渊，我就像在沦陷，只怪你继续下的诺言。我穿那件衣服你会喜欢，只会能让你多看一眼，爱不爱都不敢确定，心爱还不忍说再见。我为你喝醉了你都不管，你说心疼说与我无干，这是什么爱你都不管，说算了别互相伤害。我对你爱又不敢爱，恨又不能恨，进退两难，你对我人在这里却心在那一边，忽隐忽现，这是爱情的深渊，我不想再深陷，只怪你轻许下的诺言。我对你爱又不敢爱，恨又不能恨，进退两难，你对我人在这里却心在那一边，忽隐忽现，这是爱情的深渊，我不想再深陷，只怪你继续下的诺言。只怪你轻许下的诺言，我对你爱又不敢爱，恨又不能恨，进退两难，你对我人在这里却心在那一边，忽隐忽现，这是爱情的深，我不想再深陷，只怪
情的深渊，我不想再深陷，只怪你前许下的诺言。我对你爱又不敢爱，恨又不能恨。好，唱完了。你这个怎么的了？你这个有底儿啊，心里这回事没有、啊、已经控制好了、我团长了。我没有，我这块就想要个欠条，啥这块的，一天到晚的，我就想把我的欠条弄回来。我这一天那万一这个欠条又多了，你别，哎，兄弟们，哎，那个白鼠哥哥，你点开一下，开启一下那个穿云箭啊，哥，然后给我刷点话，你就上那个穿云箭，完事兄弟们可以那个过任务，老牛逼了这块的、啊、对，真爱粉那个特别厉害，过尤其是过周星，你给我说来听听啊。你跟我说来听听，我不太懂。穿云箭啊，你组织100个粉丝，完了让大哥把这个任务过了，完了5分钟，大哥把这个任务过了之后，完了，100个粉丝给你刷1毛，就 OK 了，就 OK 了是吧？你要假如说有10000个荧光棒，就会变成15000个。真的？老这么牛逼啊！真的？大哥，你愿意为我开启一下吗？等你下把再开吧。这把 PK 的时候开是不好使的。好使？不好使。相信？别相信吧。可以开了是吧？大哥，你要先刷把第一关任务过了，因为那个我们看不到第一关任务，好像。就他是怎么弄？他能看见那个穿云箭。他一个人看见，刷10000块钱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好像是一万个。好像是10000块钱还是10000个礼物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不着，哎，就只能他自己看见穿云箭。你能看得见吗？我看不见呀、啊。有时间，只有5分钟的时间。5分钟，你几百？好像100个人，好像必须是真爱粉、那他看不到怎么办呀？好像还是必须那个真爱粉，好像。不是他能看，他自己能看得到吧？他自己能看见，他怎么开啊？看不见。哦，只有你一个人能看见。你就直接刷完了之后，我们就能看见了，是吗？嗯，好像是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就是你们刷了之后，这一张欠条估计到手了，感谢我们家白手哥。哇，恭喜一下我们家毛虫荣升学位，谢谢。够了，好像够了。这我够了，够了。我这是在教你那个啥吗？我这是教你要欠条吗？这是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不教我吗？兄弟，够了，够了，别刷了。兄弟们，现在过任务，我们家真爱粉一人送一个，不够吗？没开呀。他如果这100个，这5分钟之内，这100个粉丝要没人给你刷这个，就是他大哥刷的是什么？他有的话，兄弟们快点刷。谢谢来，真爱粉别开了，快点充钱刷礼物，怎么搞的？我看看，研究一下。那行，那我唱个歌，你先研究一下。你唱歌，我研究一下。感谢墨霞哥哥，谢谢。完了，这欠条我估计是要回去了。太不容易了，每次你的欠条都这么贵，没整这一天。唱个啥？唱这个吧，唱这个吧。有穿云箭吗？你们能看见吗？我还没研究过。中路集合，中路集合。自信那里飞的他喝了他有神奇的力量，闭上眼看进天堂，那是你藏着笑的地方，我躲开了无数的枪，赶走坟墓。
干出荧光棒来了。来，兄弟们啊，等会儿我拉个票啊，嗯，这块的好不好？就差三十个了，兄弟们，就差三十个了，快点的，有一个的上一个，我们家真爱粉一人上一个就行了。来，咱家所有人，这个只要是真爱粉，刷一毛钱，不用刷荧光棒，一毛钱就够，一毛钱就行。你有没有大哥发个红包？快点的，这块的还差二十个。必须是荧光棒啊！必须是荧光棒，必须是荧光棒，刷荧光棒，快点的，还差二十个，还差十八个，来，兄弟们，快点点那个怼字就行。就是一个人刷完就 OK 了，就不用再刷了。就对，一个人刷完之后就不用刷了。还差最后的十个，就差十个，十个，差五个，差五个，快点，兄弟们送，差一个，就差过了。尿尿尿啊！什么样？啊，你看看什么样啊？我也看不着，不知道。哦，现在倒计时，额外奖励周星纸，现在可以刷了，刷周星了，好像是。现在额外获得周星五分钟的时间，现在开始刷礼物，有这块的荧光棒的都甩出来。对，五分钟之内就是奖励多少这块的，现在奖励四十个。对对对，我看到了。来，我们家所有的宝贝们哈，有六六上六六。来来来，让我们也看看，学习学习。我转播给你看啊，就是手机用户就能看得到。现在你看，现在刷多少就奖励多少，刷了那个获得额外奖金周星值什么11000多、2000多、3000，它就这么涨。你看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也看不懂。感谢我虫的飞机，我干懵逼了。兄弟们，现在可以都刷一刷，就能看到奖励值吗？应该是，就是说五分钟之内会10%，就是你刷1.5倍的。对对对，好像没毛病。还有三分钟，正好就是，等你这个，等明天你再要欠条的时候，你就这么来。对呀，我这块的，我应该再撵你一把，我就回来了。这块的飞机一直没有断呢，这块的，我再撵你一把行吗？我就欠条就回来了，这块的，感谢我从啊，接着匹配吧，快点结束啊，这速度，哎呀妈呀！感谢我从的大飞机啊，兄弟们。跑了，还倒计时的时间，现在不连他了，说啥不连他了。啊，你私聊给我那个老大帮我开伯爵，就是你就是刷完礼物之后就会有那个啥，就会有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碎钻可以赠送的。到时候来 PK 的时候我告诉你们，完了你们进他直播间给我探一下虚实啊，只加10%啊，要不咱也来一个。我记得是百分之，那顶写的是1.5%啊。我不敢催，我估计我家有个催眠键，那瞬间就过了，是不是兄弟们？100个还不快？这个不能催，万一掉。